开了。我怀念的晚上好，晚上好。Hello， 因为这两天在忙着排练，所以都没有准备电台，但是跟大家还是不能，这叫什么？割了吗？还是不能把你们割了？Good evening， 早上好。我一会儿开完电台还要下去跟他们跳舞。Oh my god， 什么时候才能不叫人家燕姐？真的是过分。我好困哦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审查所有的节目了，然后还有很多都没有排好，所以必须得那个。今天本来晚上还想说就是那个弄完了再出去的，可是如果我现在不自己出去买药的话就没有时间了，药断了。百星宇，你能不在我的房间抠脚吗？我记得在。今天我就跟你们聊一聊吧，大家想不想了解我们最近的情况？我的那个角色，什么角色？木月在哪说话的？啊，是吗？什么时候？我没有说谎，刚刚我和你说谎。他在我房间抠脚。这几天就是因为练得太猛了，就有点那个肌肉有点拉伤。百姓闭嘴，闭嘴。晚上好，听这个声音，除了百星宇还有谁？叫你小声一点，都是自己人。你想唱，你自己在那慢慢哼好吧，别唱这么大声。你们想知道我们最近什么情况？你妹又说谎，该打。这条裤子好反光啊，这是我妈的裤子，我今天穿的是我妈妈的裤子。哎，上次直播不是还在跟你们说玉林路吗？然后今天就在我手机上看到这个玉林路。最近不就是在排练公演？是呀，是在排练公演。然后我们明天可以在生活中心吃火锅，嘿嘿嘿。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你的姻缘棒，嘿嘿嘿。我们明天可以在中心吃火锅。安逸哈，不可能，我吃东西都是点超辣的。我们的房间真的太潮湿了，你们知道我买了什么东西吗？我买了十斤石灰放在我的床底。谢谢你们的礼物。今天 staff 他们已经在中心试吃了火锅。
哼，就是，听到没得？黑梦。不啊，我觉得在北京干的话，你在房间里搞个加湿器就好了。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是冬天嘛，我就拿那个烧水壶，就一直就是烧水壶就一直让它开着。试一试那个我们厨房师傅的手艺好不好？主要是没有准备太多的菜，今天呢就是让他们自己吃一吃。给我一个冰淇淋，冰淇淋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是单曲循环？那并不寂寞孤单，我们的厨师是原来万豪的厨师呢。真的吗？啊，你才知道。但是你不是，你没发现他做的菜都很不家常吗？我就觉得就是看得出来，就是原来是在那种酒店就是餐馆做饭，做的一点都不好看。那种大锅菜也要怎么好看，但是就是看起来真的就很不家常，很不下饭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我爸爸我爸做的比他好吃多了。我怎么可能给他洗头，他今天终于洗头了好吗？昨前几天头油的都可以挤出水了。可是我们生活中心没有，哎，我们生活中心的那个火锅桌是在阳台上。看得到你吗？看不到。付出了青春这么多年，来的一句，对，真的就是在阳台上，就拿搭一个棚棚，而且就是还很小，桌子很小，只有两桌。宅男女生，我们贵州人应该很少吃那个叫什么。我觉得老干妈不辣，不太好吃。谢谢你的礼物。对啊，就今天才拍的呀。他好几天没有出门了，然后今天化个妆来排练室，我们都以为他要干嘛去。火鸡面啊，火鸡面我觉得不辣呀。我吃的火鸡面我觉得一点都不辣。还没有曹氏鸭脖，我现在吃起来也不觉得辣。可能是因为我买的那家不是很辣吧。我觉得火鸡面是甜的耶。干贝酱是什么东西啊？人才算爱的完全。他洗了头还是油头胖面，但是好看。没有，是因为头发太黑了，就有点显油。绝味吗？绝味辣吗？真的吗？云南重庆，之前那个，就是之前那个，你们看过有一期那个叫什么？天天向上嘛，就有说过，就是说过那个，就是几个省份吃的东西嘛，说什么四川是辣不怕，然后湖南是不怕辣，然后贵州就是怕不辣。对 ，Hello。我嘴巴怎么肿的？我嘴巴是打 B-box 和吹那个吹萨克斯吹肿的好吗？我觉得以前就是我以前刚就是反正我是如果一段时间不吃辣椒的话，再吃辣椒就会比较吃不来。但是但是如果就是一直吃的话，就真的就很难遇到可以把我辣到的东西。对对，哼，你们太过分了。
我嘴哪里肿了？哼，丝娃娃嘛，丝娃娃是，如果你们吃的是酸汤丝娃娃的话，那我觉得也不是很辣，反正也不一定是每一家都辣，也要看那家餐厅就是用的辣椒是哪里的。但是我以前就是吃过那个昆明的那种小豆腐，但也是我们那边卖的啊，就是我家乡卖的，不知道它是不是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辣椒，就是拌那种红色的，你们这边叫海椒吧，红色的海椒，然后拌的小豆腐就很辣。我觉得云南的，我觉得那种五香辣椒面很好吃。也不是每一个重庆人或者是每一个四川人都吃辣呀。我以前认的很多四川人，就我之前在成都有一段时间，就是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，我们那段时间在练舞嘛，然后就跟他俩就不吃辣。我跟他们出去吃饭，我觉得太惨了。谢谢你的礼物。红灯笼，我不懂那个辣椒的品种哎。香辣鸡翅，香辣鸡翅你都辣。拔丝狗肉，我不吃狗肉。朝天椒就是香辣。不吃辣还不会说重庆话。那可能真的就是个假的重庆人了。我们家以前就是买过，我们家原来不是开过，那叫什么？开过餐饮店，然后自己配的辣椒就是新义盘江狗肉。本新义人表示我不吃狗肉。想喝一点点，我也想喝。你在哄我哟。去了成都，感觉成都人比较辣吗？没有啊，串串也有那个湿碟，也有碟呀。哦，对，我也是，就是在广州的那段时间，也是回来以后就有点不太能吃辣。谢谢你的礼物。二荆条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天，就算天气很热，我也不吃冰淇淋。进，同学，你们的生活老师以后每天十点半就来讲。老师好。我在开电脑，顺便再看一下你们的。以后平安的在直播。OK。我刚拿的那个快递，我们房间很干净的，老师，不信你问他们。就是我每次直播的时候，我房间是不是特别整洁？请那个寝室的时候，你们很有。头姐，为了我200块的鲱鱼罐头，下一个。鲱鱼罐头。头姐，我买不起。买了，我没买。头姐，什么？每天都查寝室，然后开视频。那我们不是每天都要收拾寝室才能平上？没有，只是说大至少要保持吧。对，就是说每天。你不能说今天，那今天算不算？今天算吗？今天不算吧，姐姐。说的好像你好像。老师，我们房间是算整齐的吧？我这个挂起来就整就好了。那毕竟电费那么贵呢，今天算吗？好，明天开始。啊，好，明天开始。明天开始，行吗？好，好。今天才开始的。不，老师，你应该从我们搬进来的第一天就算起。不，明天开始。但是凭你的记忆，明天开始。我们房间您进过这么多次，是吗？老师，明天开始。都没有统一。我不是你们寝室，他们寝室的。我是白馨雨，我化了妆，老师你就不认识我了吗？他们还有些人在下面练舞。就是脚扭了的那个。他们还有些人在下面练舞呢。对，在下面，他们在下面跳舞，所以我就没回去。你脚扭了还到处乱窜。他们在下面练舞。哪几个？公寓还有谁？好多呢。曹玉珍啊，左心啊，他们都在下面。Hello。就是。他们都知道。现在看起来都很整洁。
没有，百星宇他们寝室不整洁，有本事。我们寝室我还是很整洁的。哈哈，百星宇化了妆，老师都不认识他了。我今天都有点不太认识他，因为太久没有化妆了嘛。啊？没有，我们房间一直都很整洁。啊？我说因为太久没有化妆了嘛。没有啊，就是你化妆跟你不化妆完全是两个人啊，就是那个。呵呵呵，不化妆也很好看，好吧？哈哈哈哈哈哈。百星宇不上班太粗糙了，没有，她是一个精致女孩，怎么说还是要维护一下她的形象。虽然说吧，我有点不太愿意说假话，但是闭眼吹一吹还是可以的。她化妆水平不高呀，她不是化妆水平高，而是素颜太丑。也不知道上次谁说百星宇的素颜好看的，你是双面女人。我从来没有说过你素颜好看，就是你说的，绝对不说，就是你，绝对不说，说了我两年，都不说了我两次呢。第一次是在广州的录音棚里，你说你素颜也好看。哎呦，这种话你也信哦？他什么时候素颜直播？没有没有，这肯定还是得有底子的。底子好看。嗯，百星宇算是素颜能看的人，能看。你这个就 diss 的全对了。你的意思是我素颜能看，其他人没有？我没有说只有你能看，我说你能看。好好好好。我们都在一起两年了，就是啊。你看你干嘛？我觉得我是什么程度啊，我是勉强能看吧。某些队友素颜没有眉毛。去喝一点点啊，我以前喜欢喝乌龙奶盖，但是这段就是上一次去被安利了那个叫什么冰淇淋红茶，冰淇淋红茶，一点点的冰淇淋真的好好吃，感觉是纯奶油打的。我给你安利一个，超好，芝芝莓果五分甜，少冰，乌龙玛奇朵三分甜加波霸。我就是喝乌龙玛奇朵，他们说超好喝。那个什么梅，那个我就不好喝，我就不喜欢，因为我不喜欢有奶，就是奶的东西有果味儿，我就觉得很。你笑得好，跟个老奶奶一样。七零后，没有啊，这个只是一个歌单。哎，别说了，我想喝，我想喝。李珊珊眉毛，我不知道哎。CP gay 什么 CP gay？ 能吃的都想吃。重庆没有一点点，但是重庆有那个叫什么？橘味。嗯，橘味也好喝，我喜欢喝果茶。嗯，我就是要炫耀。为什么开电台还有那个毛一涵有眉毛的呀？毛一涵的眉毛还挺浓的，跟我有的一拼。啊，我肚子好痛，哪儿哪儿都痛。不是。成都市，但是成都有桑茶，啊不不，重庆有桑茶。以为我是韩国人，你不觉得有点像个男孩子的名字吗？对，白星宇在我房间抠脚，好像听说是
重庆市场不太适合一点点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今天胖了，我肿了，为什么我的腿怎么这么粗？居然抠脚。你们不是晚上为什么要吃那个馒头？嗯，像韩国男孩子的名字。反正我就一直觉得我的名字特别像个男孩子。今天我们跳舞的时候，然后老师就有点生气了嘛，他就说我们，他说你看看你们现在的公演，你知道粉丝是怎么说你们的，说你们这些小偶像一天天，反正我们这次特殊公演的曲目是定了的，如果跳不好的话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，跟我们老师没有关系，跟我们 staff 没有关系。你知不知道粉丝他们都是怎么说你们的，说你们一天这些小偶像不就是平常不练舞，宁愿在寝室抠脚都不去练舞室排练厅练舞，说的就是白星宇这种人。我怎么练啊？因为在房间里抠脚都不去练舞。人家现在练不了。当时我听到这个的时候，其实老师非常生气，你知道吧？我差点笑出来了，因为白星宇的脚没办法。还人家什么？对啊，我开玩笑的，你们不要这么认真。他们还帮我解释说白星宇那是脚没好，所以才在房间抠脚吗？谁在房间抠脚了？没抠脚，谁抠脚了？我没有说他，我没抠脚，我只是表达今天，就是因为我们舞蹈老师从来不发火的嘛，然后今天就第一次就是凶我们，就说粉丝都说你们一天在房间里面抠脚都不去练舞，所以在舞台上跳这种鬼样子，然后我就笑了。他们说以后不跟白星宇击掌了。我没有抠脚，讨厌。我没有嘲笑他。他现在没有抠脚了。他们说以后鸡脚。你们口味也真重。我想以后想一个特殊的击掌方式。天哪，我怎么这么瘦啊？但是我感觉我这两天又胖了。我对手指好，啾鸡。其实我应该给我自己也买一瓶。只能说我变了，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，谢谢你的姻缘棒。突然一下安静了。哼，我突然想到我们六号就要去运动会了，是吧？天哪，我能不能去运动会？4月12号，我们要去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。你机长被谁打肿了？被毛一涵吗？哇，这版公司照为什么比你们都高啊？你看白星宇，给你 P 了呗。哇，毛一涵好矮呀、啊！在永川，永川在哪里？主要是原创公演，你们队要是跳我的太阳公演更燃，
什么什么远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？谢谢你们的预言棒。我知道呀，我很期待校园行，我特别喜欢去学校跳舞。就是这样。我们要去跳什么舞呢？主城学校我不知道嘞，好像这个学校是他们来联系我们吧。你在学校上班都是好看的小姐姐。其实我当时有想过要不要留学校的。一堆人开车并不是这样，我很害怕坐车，因为坐车腰很痛。哎，为什么武汉区有公示照啊？披的，给他把头披上去。真的假的？他这个是啊？那他都没有公示照，他也没拍。春丹的那个吧。哦。哦，乐和乐都，哦，他那个什么，哎呀，我好像有点惊扎。那个谁，毛一涵就一直想说，毛一涵就一直说让我跟梦月陪他去乐和乐都玩，然后就一直都没有时间。嗯，没有，你们一般就是在、哎、一般在车上比较吵的，比较会闹腾的就我啊，曾家、毛一涵这些，就是我们能笑起来的，他们都很沉默。野生动物园哦，上次去了长隆以后就没有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，应该不会吧。永川，我原来有个同学在永川读书，一个朋友。天哪，这都十一点了，我再播十分钟我就下了哟。你们还有什么想跟我玩的吗？我们对太小的女孩子，看你们公园肯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们队不小哎，最小的一个人都不小。我也很恐高，但是我特别想去那个，就是万圣的那个，就上次公演跟你们说的那个东西。跳完我们就溜了。你觉得开幕式我们会去跳什么？运动会开幕式。告诉自己未看穿。谢谢你的巧克力。我也觉得可能会第一人称吧 ，B， 蹦迪曲。我不是早睡，不是说很健康，是最近必须要早睡早起。我还想下去跳舞呢，主要是。笑死我了！我看什么时候你来看？给我。卖东西。你递给我。我要指给你看，你才看得到。他卖东西嘛，然后他说。给你打，笑死我了！百星宇今天估计不会睡这么早。我天天睡到十二点钟。笑出了鹅叫，笑，我觉得笑出鹅叫都没什么。之前是谁笑出了驴叫？是谁？左心笑出了狗叫，笑出驴叫。不给你们说，谁是小可爱？你好好说。万圣的奥陶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那个天空阶梯，就是透明的那个东西，抖音上面推荐的。哎，上次真的不知道是谁，我们就是不知道说了什么就特别好笑的事情，然后就有个人哈哈哈，驴怎么叫的？嘟，我哈，反正就笑出了驴叫。百姓，你不要偷窥我的电台。说，
虽然这里面有很多你的粉丝，你不要来视奸他们。我要去视奸他们，看看他们跟我说什么。他们都夸你呢，我说你，他们还数落我。毕竟我是黑社会大姐。你把我放什么地位了？在社会上我还是你前辈呢。喂。谢谢你的巧克力。百姓抠脚。我没抠脚。两个小可爱，好的，谢谢你的姻缘棒。我不是大姐头，我是大哥大。这两天练武下腰什么的本来好一些了的，也这两天又有一点恼火了，所以我今天才去买了壮骨膏。我觉得我买了假的洗发水了。头皮屑多了吗？不是头皮屑，就是头皮好痛啊，而且前段时间都不会痒，现在就有点痒，而且我感觉味道也跟那个在英国买的不一样。难道他还分那个什么出口？你可能买的盗版的山寨。这个我是在店里买的，那个是我同学直接在上次用的，是同学直接在英国买的。这个是在那种代购店。我也觉得会不会是买的假的，还很贵呢。我还好，没关系，我买了药，我一会儿洗了澡就贴着药。不是用进口洗发水，是那个洗发水可以防掉发。我觉得我可哇出血了，我的头皮。天哪，你不要抠。哎，不是，我是在想，就是它这些东西会不会分那种，就是出口款和那个本地款那种感觉。主要是让我同学从那边买过来的话，叫什么邮费太贵了。没关系，就一点小的那种，没关系。前段时间我觉得头皮都还挺健康的，就换了洗发水以后，就同一个牌子同一个型号，然后就感觉味道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洗起来的效果也不太一样，有点痒。对，我就觉得会不会就是那个生产的标准不一样。还是让我同学帮我买，等发工资了再买吧，不然买不起，真的买不起。我头上没有包。最后三分钟我给你们唱一首歌吧，你们想听什么歌？我发现你们真的对我们好了解啊，就哪天发工资都清楚。对，我在敲头，这么明显的吗？告白气球啊，告白气球。好，唱告白气球吧。拜拜。哎呦，胃都给我扯到了。那个是那个什么好吧？哦，对，有可能是那种头上就毛孔堵塞，然后。黄龄吗？卡拉偶刻板是什么意思？ SNH48 为什么有这个？脂肪里，我不知道。反正头上有的时候会长那种。
你是才开始实习吗？嗯、说散就散，对啊。他知道什么歌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魔术与歌曲什么东西、啊？为什么网易云没有《告白气球》这首歌？不对，我记得我原来有收藏，因为我原来有排过这个舞。呀，还真的没有了。网易云现在放不了了，幸好我还有 QQ 音乐。哇，真的吗？是所有周杰伦的歌都下了吗？不是吧？干嘛？白馨予闭嘴！白馨予在唱什么？白馨予别唱了！白馨予能不唱了吗？白馨予唱的真的打扰了，求求白馨予真的要散了！谁说了？自己过来看。我要去看。在南河畔左岸的咖啡，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成瘾的嘴、哦哦、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，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，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赏雪的落叶，我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再说我愿意。谢谢你们的礼物。第二段我就不是很会唱。谢谢大家，卡萨米达。谢谢你的礼物。第二段我可能会跑调。一样的调。不一样。在那盘左岸的咖啡，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成瘾的嘴。呜、哦，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？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想写的落叶，我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再说我愿意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恋爱日记飘香水的回忆，一整瓶的梦境全都有你搅拌在一起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再说我愿意。白馨予在和声，白馨予蠢蠢欲试，我跃跃欲试。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宝宝送出的礼物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要走了，我要滚了，我要。我们五号就有公演了吗？如果我们是七号特殊公演，好像是五号有，因为我们有三场。
对吧？对，是五号，他们说是五号。唉，大家可能这个星期依然见不到我。你们难受吗？伤心吗？他们不难受，他们想哇，终于可以不用去剧场了。五号你上不了，白星宇。也不知道六号能不能上，也不知道七号能不能上。祝福你，看到你的脚我还。小号，小白，让他自己跟你们说吧。我也不知道，到时候问问姐姐。问一下姐姐。现在是两个颜色，一半是青色，一半是正常的肤色。其实你今天化了妆，你应该开个直播的。好的，有机会见。明天再看吧，十二号肯定能去了。十二号去哪里啊？永川。对。好吧，好吧，谢谢你们来听，今天不算是一个正式的电台吧。然后，我们会有好好练舞，然后就周末见。百姓也不上的时候就继续们浪起来的。不，他们可不浪了呢。他们我不上，他们都不去看的。哼，可我了呢。他说公演他们来了呀。真的吗？哎，你没有看机长吗？啊，拜拜。呵呵，再见。